有過嚟。Hello， 點啊？係咪都係啱啱拍劇要趕過嚟咁樣？係啊，啱啱出完外景就過嚟啦，係啊。咁樣我哋即係而家拍劇嗰個進度係點㗎？而家就拍咗，我諗都多嘅，但係而家就都係如火如荼 keep 住咁樣拍緊，係啦，開心。係啊，今次就係學大提琴啦，就喺入邊，咁就係一個大提琴手，咁就比我想象中有啲難，但係咧就而家都係 keep 住好努力咁樣去拉咯，因為有啲歌啊，唔同嘅歌啊，咁再嚟緊就有啲樂團嘅入邊嘅演出啊咁樣咯，咁就好開心今次，同埋今次好開心就係同阿 Sean 啊、阿 Lee 同埋阿霆鋒啊，跟住東敏同埋阿敏芝一齊。拍呢一個麻雀樂團啊，仲有 John 哥係嚟緊，咁就好開心。同阿 John 哥有對手戲未啊？有啦有啦，終於有正式嘅，真係第一場咯，係啊，咁就我覺得好開心。係啊，有啊有啊，有恭喜佢啊，跟住好開心，咁就見到哇，好有一種。佢會突然間令到你喺嗰個氣氛上，即係又唔係突然間，係好令到你會喺嗰個氣氛上面咯，係啦，咁所以好開心，係啦，好大度嘅，咁希望即係由佢講嘅嘢或者眼神啊、做嘅嘢啊、成個戲劇點樣出到嗰個效果啊，我覺得喺身邊真係又好似上咗一個堂咁樣咯，係啊。在套劇入面是一個我想在套劇有一個什麼關係，一個很好的長輩咯，是啊，很好的長輩，沒錯，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即是你剛才說拉大提琴，是，或者在他們面前要示範一下，或者要，有啊，我想提點我最多或者是，是啊，阿 Sean 啊，都會，阿 Lee 啊，都會有的，那就因為都係，即係我之前都冇乜真係好多人面前拉過，即係雖然除咗 PassCon 嗰次啦，咁佢哋都好好，即係提我點樣可以似啲啊，或者 send 啲片俾我睇啊，咁樣咯，跟住就嚟緊都係學緊，冇錯，阿 Sean 都好好，無論喺劇入邊戲裏戲外都好照顧我，係。我知點解同阿 Sean 同埋阿 Lee 係嗰個對手戲嘅，係啦係啦。佢哋兩個即係同你有咩關係啊？佢哋好似一個。哥哥姐姐咁樣，係啦，喺入邊，冇錯，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咁同埋我同霆鋒都有嘅，但都多嘅，係咯，嗯。咁今次最大嘅挑戰真係樂器嗰方面。係啦，最大挑戰應該係樂器啦，同埋今次又有自己嘅屋企咁樣嘅線啦，咁又有職業嘅線啦，咁我覺得對於我嚟講都係一個新嘅挑戰嚟嘅，同埋好開心有呢一個角色咯，係啊，同埋今次都剪咗短頭髮，我覺得都幾適合個角色，係啦，所以都好開心，同埋冇諗過大家中意，自己會唔會都 keep 住啊？嚇 ，keep 住啊？係啊。OK 啊，因為我其實都幾中意呢個，因為之前有個 concept 就啲人唔知會唔會唔中意我短頭髮，跟住又 OK 喎，咁都可以 keep 住咯，係啊，幾清爽，係啊，幾啱個角色，我覺得好似好爽朗咁樣咯，係啊。係啊，即係佢啱啱就有少少彷彿話咩好似用盡氣力都吐言咁樣咧。我睇到佢可能有啲唔開心啊，或者乜嘢因為我今日我係啱啱先睇到嗰、那個，啱啱先知嗰個限時，所以我未睇清楚係點樣咯。咁如果有嘅話，都會關心一下，係。咁但係你平時拍劇有冇覺得佢有啲唔開心啊？我哋拍嘅時候，大家都。好似又冇喎，定係因為我在之前咧，我唔知嗰個時間線喺邊咯。但我哋拍嘅時候都好開心，即係大家都會講下笑話咁樣，食下食飯都一齊食嘅，有時候係啦。即係都會好係啊，係啊，成個氣氛都好好。好開心啊！即係好有一家人嗰個感覺咯。我記得佢上一次仲拎咗個朱古力 nuts 同埋一個朱古力嘅。杏桃俾我哋食，跟住我好開心咁樣食，因為嗰陣時好似啱啱放完飯定放緊宵夜咁樣噶，係啊，我記得佢之前仲買咗啲零食過嚟劇組嗰度咁樣，大家一齊食咁樣，好開心。咁佢有冇
同佢合作咗最大嘅得著係點？最大嘅得著係哇好多喎，因為咧哇真係好多喎，我諗下講邊個好先。嗰、那個節奏係啦，因為每一個哦開路開路嗰個節奏，因為我發現原來係每一個佢有一個好即係我明明我哎呀死啦點講好咧？他講的嘢係好有佢嘅 tempo， 即係唔會好快又唔會好慢。咁有時候我會好快咁樣講咗咁樣咯，係啊。同埋講嘢個用詞啊嗰啲，佢就會好符合到個角色，係啦。會因為嗰個句子係啊，我係咪要咁樣講啊？即係咁樣咯。即係唔會有啲咩嘅氣場啊？冇喎，冇喎，好開心喎！其實我覺得係啊，好喺佢，好因為佢又好靚，佢呢個係即係冇錯，好似一個教科書咁企喺度，係。咁你之前你話咩嗰個瑜伽舞蹈咧？哦，係。即係可能惹嚟一啲平擊，咁而家心情會唔會都平衡翻？哦，我 OK 啊，其實反而係都因為其實。我後屘就知道啊，原來嗰個用詞唔係好啱，咁我就改翻啱咯，係啦，咁都都好嘅，咁就令到我又知道啊，原來我講錯咗，咁其他人見到個新聞咧，就可能覺得其他人見到個新聞之後就會啊，原來係即係個用詞係咁樣嘅，咁樣就大家就唔會一直再唔啱或者講錯咗咯。咁講嘢或者出 pose 以後要小心啲啊，啲人哦都哦。又不會話驚啲嘅，但係都會小心啲咯。係啊，因為啊，原來我寫嘅字，我講嘅嘢會影響到其他人嘅，係啦，咁就會小心啲咯。同埋我都有個女仔，即係我，因為我見到佢後面好似話佢有啲人話翻佢咁樣啦，咁我都擔心嘅，係啦，咁就大家唔好嘈啦咁樣咯，係啦，好簡單嘅事咁樣啦，係啦，咁樣咯。演唱會，因為咧嗰排好似我都開緊工，係啦，咁就所以就冇特別去到啦，係啦，應該嗰排應該開緊工喎，因為我最近都默默咁樣拍麻雀啦，係啦，咁就都希望自己想做翻好套劇，即係好專心咁樣喺套劇度咯，係啊。會唔會都驚咗？可能就再睇戲啊，或者出席嗰啲活動啊咁樣。哦，我又唔會嘅，但係我就。都好 focus 喺自己嘅工作上面咯，係啊，都希望做得好咯，因為真係好難得有呢個機會拍到麻雀啦，又同阿 Sean 啊、又 Ali 啊、又 John 哥啊、霆鋒啊，咁佢哋好多唔同嘅人，大家都好用心去做呢套劇，咁我都唔想辜負大家嘅期望啦，係啊，咁所以都係以工作行先咯，係啊，好開心拍到啊，其實係啊，成個嗰、那個。嚇？未知啊，但我哋嗰個合作嗰個氣氛都好好喎，真係反而完咗嗰個屋企嘅景咧，有啲失落啊，因為冇得再 group 埋一齊啦嘛，即係因為我哋 keep 住咁多日都一齊拍。之前就會分，之後就會分開拍嘅。之後單獨咁樣見到大家咯，冇再一 group 人咧一齊嘅戲咯，應該都有嘅，但係會少啲咯，係咯。少啲咁密集咁樣 group 埋一齊咧，都好耐冇開嗰啲家庭家庭戲，係咪家庭戲啊？即係啲 family 嘅群戲咯，係啊，好開心喎！廣東話得唔得？少少。哦，咁我好非常好啊！今日咧就知道愛子啦，就嚟呢、這個做又接到喺香港繼續接到廣告啦。咁係咪依家都好開心？即係香港有啲廠商會繼續去揾佢代言一啲產品㗎啦。初めて香港で CM に出られたのですごく楽しいことかと思いますが、他にも他のブランドさんから声かけるの期待してますか？そうですね、はい、期待しています。でも本当に今回初めての広告で、やっぱり日本のね、私もずっと使っていた製品を香港でもこうやって広告になれるのが本当に嬉しいです。佢話佢今次拍到呢個廣告都好開心，亦都好期待之後可以同唔同嘅品牌合作。咁尤其是佢今次咧就係、是可以拍到佢自己本身屋企都有用呢、這個三菱重工電機嘅產品啦。咁佢好開心可以喺香港拍到呢個廣告。咁有冇諗過即係可能同阿老公一齊孖住
揾真人拍廣告咁樣咧？旦那様と一緒に CM あの出られ出たいですか？ゆくゆくは、はい、係話誒係咯，嚟緊將來都希望可以一齊拍到廣告。有冇心目中想拍咩咩類型啊？誒，都要啊，那旦那様と一緒に CM どういうチャンネルの CM に出たいですか？まあ私たち性格。私たち夫婦の生活が分かる、分かる商品やイベントなど、出たいですね。爸爸希望可以拍到咧，同佢哋兩個生活上有關嘅廣告。咁啊，想問一下啦，今次因為近排大家都好關心，就話你依家日元貶值喎，咁今次譬如話依家拍廣告咧，會唔會因為自己日本人做人又可能會被 yen 做酬勞咁樣咧？最近は円安の影響もありますが、今回の CM は日本円でお金をもらってますか？私の今の生活ベースが香港なので、香港で、はい、いただいてます。佢話而家將個工作啊、生活都係香港做據點，所以酬勞都係用翻港幣嘅。咁講笑咁講啦，因為知道我之前喺日本啦，都有工作過一段時間啦。咁其實佢嘅積蓄可能好多都係 yen 嚟噶嘛。咁近排 yen 咧貶值得好誇張咧，會唔會話身家都貶值得好緊要，好傷心啊自己？円安そこは多分円安だから関係ないかなと思います。私のベースが今こちらなので、はい。佢話都係而家據點都喺香港，所以咧yen 貶值咧對佢都冇話太大影響嘅。咁喺香港生活適唔適應，或者會唔會都掛住屋企人？有，掛住屋企人。點樣聯絡啊？家族とコンタクト取れてますか？毎日グループメッセージはしてます。佢哋有個屋企 group 嘅，喺LINE 有個 group， 咁就會 LINE 呢個 LINE 嘅 LINE group。 日本人就用開 LINE 嘅，佢哋有個 LINE 係同屋企人有個 group， 佢哋就成日都會 message 咯。咁啊，提開日本啦，琴日有單好大單嘅新聞就講咧，有個日本教授就話，依家日本少子化喺690几年之後咧，日本可能15岁以下小朋友咧得翻一個，日本就會因此可能滅國啊！有冇睇呢個新聞？會唔會努力響應翻政策多啲啊？係啦。15歳以下の子供は1人しかいないので、そういうニュース影響されてやっぱり子供を作りたいですか？子供については私たちニュース関係なく、私たちもゆくゆくはやっぱり2人の子供欲しいなとは思ってます。佢哋話關於小朋友咧，佢哋就算唔睇嗰個新聞咧，本身都有計劃將來有想要小朋友嘅。ただまあ今はタイミングではない。お仕事私も頑張りたいので、まずは頑張ってからですね。咁但係佢就話咧，而家都係想專心工作，咁就未去話要積極生小朋友住。咁啊，最後一條想問翻啦，就係話咧，近日咧網上瘋傳有張咧阿先生啦揸巴士嘅相咧，其實嗰個貌有相似，似有冇留意到嗰張相？最近ネットでよく旦那様がバスを運転されてる写真が流れてくるので、やっぱり似てますかと思いますか？妻の私は似てないと思います。佢話作為佢嘅老婆，佢就覺得唔似嘅。咁我想問埋之前咧，阿坤哥攞到呢個攞到呢個空手道嘅一個獎咧，咁佢即係都有冇話一齊慶祝啊，或者係有冇去睇比賽啊，或者支持啊？空手の試合勝ったら一緒に祝いますか？されたんですか？応援してますか？本当は私も行きたかったんですけど、緊張するから来ないでくれって言われたので、私は前日に頑張れということでご飯を作って一緒に、パワーを。
啊げました。佢話咧，佢坤哥就同佢講話，如果佢嚟嘅話咧，就會好緊張，所以叫佢唔好嚟。咁所以前一晚咧就好努力咁樣煮咗飯，同佢加油。请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记得按个钟仔啊！